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周日在迪拜表示，短期看来，美国总统川普的当政对美国经济是利好的，尽管利率上升和强势美元对全球贸易是个挑战。拉加德女士是阿联酋迪拜本周日举行的世界政府首脑峰会上作出上述表示的。拉加德说，川普计划对美国基础设施进行更多投资，以及可能进行的税制改革将推动美国经济。 然而，拉加德承认说，川普的政策可能会挤压到国际市场。That's a tightening、嗯、that is going to be difficult on the global economy and for which economies have to prepare. 面对与全球化相反的美国及世界其他地区日益增长的保护主义，拉加德为全球化和国际贸易做了辩护。新唐人记者曾文仙综合报道。